火影国服第一系列第九期秽土水门，这事儿有兄弟们疑惑了。前几个月我发过一期国语水门，为什么今天又来一期？因为前几个月的那期可以说国服最强水门，而今天这一期可以说国服最秀水门。把水门的高灵活高机动可谓是展示到了极限。就是这位叫波风轩的玩家，依然是在超出的正片开始之前，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玩家。你作为国服第一水门，对这个忍者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是谁研究老三代啊？痛啊，太痛苦了。怎么每个国服玩家精神都有点失常呢？不过他的水门是真的帅，让咱们来一起观赏一下。第一回戦戦闘開始。行くよ。行くぞ。そこか。これほど、そうはな。甘いな。嫌いし。出せんだろうか。準備はいいかい。行くぞ。当たれ。もう一発だ。嫌いし。もう一発だ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いいよね。